法。我们想一个方法。那么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不要动哦。我想一个方法啊、哦，我想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让你自己拔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自己拔？超博，你有很害怕吗？不会那么勇敢，来过来。还是很紧张，还是很厉害。很厉害啊！来，你这个哈、哦，你把鞋子丢到那个那边，那边、啊，看能不能丢到楼梯哦。最大力哦，丢到楼梯哦。大力哦，来，很大力往楼梯那边丢，来，最大力哦，丢很大力。大力哦，快点丢！一二三，丢！啊，你手手不能摸，手一只手摸头上，就大力一点，来，爸帮你丢，要不要？还是自己丢？我洗鞋借你丢呢。啊，叫嘴爱开开。帮我丢，那我帮你丢，还是连着丢？我要哭了。丢大力一点，这样拿着。还没碰，正在哭了。拿着，好，丢。你碰吗？快丢，快丢！要不要我帮你丢？嘴巴张开。要不然小哥哥帮你丢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一起，我帮你们录起来。叫哥哥像打丢棒球那样。哥哥帮你丢。好，你们两个一起哦。把我鞋子丢坏了。赶紧吧。好吧，好了，我们去。那你手要打开，手放开，嘴巴开开。啊，不然我把录下，你不要拔哈。来，手拿开。爸爸，你先拔。好，爸爸把你线拔掉了。已经掉了啊！掉了耶！你看，哎、欸，我看，嗯，好，赶快去，好，去漱口，赶快去漱漱口。